本期将解一个独立站啊，垂直化选品训练营，打造产品比例，提升网站利润的一个方法，三节直播视频课。本课程是专门针对垂直站选品策略快速入门啊，规避不必要的试错成本的一套教程。课程大纲包括这个垂直站快速入门的干货，还有垂直站流量来源解析、商业模式优势、垂直站选品的必备插件，整体网站选品布局流量款啊、利润款、长青款啊三种方式。这是下载之后整套教程，三节视频课讲得非常清楚啊，选品选得好才能赚钱，选不好的话是肯定不会赚钱的。如果想要本条教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文章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独立站，或者是垂直化选品训练营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条教程了。